哎，两位不是 H.S.C 刹车的老板吗？怎么今天这么晚出现在这里呢？嗨，小汤，我们是来缴功课的。经过2个礼拜的练习，我们终于解决鲨鱼的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呢？传说鲨鱼常出现这4轮传动推头的状况，想必应该困扰不少车友吧？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有一套比较有趣的解决办法，那也跟这2位老板有一个交流。那至于是什么解决方法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鲨鱼 Impreza 看这代是 GRB 哦，其实 GRB 它比上一代的鹰眼鲨轴距长了100 mm，也就是10公分哦。这一代的鲨鱼的轴距是262，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轴距变长是不是不好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是，轴距变长取而代之的是车子的稳定性跟安定性哦，特别它又是4轮传动，所以整体给我的驾驶感，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稳定性，再配上它这个底盘刚性，真的是绝配，太棒了！刚开完，我觉得出弯的时候那个动力回馈感真的太棒了。你引擎大概有改些什么东西？引擎就电脑是 Open ECU 进排气这样。而且我刚开底盘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车子漏油的量很少，那稳定性非常够。你底盘应该也下不少功夫吧？底盘该改的都改了。 我靠，那差速器呢？差速器也有改哦，难怪，因为我刚出弯的时候，感觉后轮锁死的那个动态非常不错。就我刚看你的天把也是几度？3.5度。我靠，做到3.5度，你这根本就铲车了吧？好热血哦，难怪刚刚有那样子的驾驶回馈感。至于另外一台呢，我的车唯一改的就是3个限速器。 就是3个小孩，那我开不快。不过我刚看你后面也是咬得很紧哎。那我大概说明一下我的车感觉。我的车大概就是ECU tag， 然后跟一些进排气更换，跟增压值达到1.2这样。我增压值达1.2，这么热血。那底盘件的部分呢？底盘件的部分的话，就是换了避震器跟2次防倾杆，我们就来挑战我。 顶配的车啊，其实是这样子哦。改装风格比较偏原厂，为什么可以轻松咬到这一台？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避震的悬吊设定还有刚性可能没有像黑的这一台这么足够，所以它车在过弯的时候侧倾的量其实是会比黑这台侧倾量多。那获得到的抓地力，其实理论上也会稍微再大一点点。所以就是驾驶上面来讲的话，并不是一味的车子死硬就会快。这样车主应该非常有感受吧？是是，没有错。 对，所以其实设定的部分也是要针对驾驶习惯，还有不是一味的追求硬，你是要硬是要有原因的硬。那至于这一台的话，就是底盘设定可能就会比较刚性、比较硬一点。那你驾驶超驾可能就需要激烈一点，它极限才逼得出来，所以驾驶程度上面难易度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这样。那 AWD 到底怎么开？其实4轮传动的车子哦。 它具备了前驱车的优势以及后驱车的优势，就是前驱车不外乎就是进弯车速 OK 嘛，因为它毕竟是驱动能够转向的同的。那后轮驱动的优势就在于你出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多余的惯性，就是你屁股可以有点带滑的出弯。那四轮传动的车管就同时具备了两个优点，但它同时也具备两种传动形式的缺点，也就是前轮推头会被放大，后轮打滑也会出来，所以就造成你四轮传动在 spin 或 on 打的这个状态出来的时候是一起出来的。那你旧车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你要一一去克服，那驾驶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可是取而代之的是，你出弯的时候，车子动力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四个轮子一起转动，所以你可以获得抓地力，也就是前驱以及后驱所得不到的这个抓地力。 那这也就是四轮传动的一个优势，那是一个双面刃。对，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双面刃。其实很多开鲨鱼的车主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你的车子很容易出现推头。对，但其实那并不是推头，因为真正的推头，其实你的车子是没有循迹的。我觉得推头就是有两种状况，如果车子没有循迹的话，那这就是危险的推头，因为推头只是一个名词，我不需要对这个名词去钻牛角尖。那推头其实也就是一个感受嘛，是，就是你的前轮有被摩擦，你觉得你进不了弯，这感觉叫推头。那推头不听话，对，就是你会觉得方向盘有点不听话。推头的好处是车子告诉你它极限快到了，可是推头的缺点就是你的极限可能快到了，所以你的轮胎可能抓不住。 那在那个当下的控制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哎，可是你们在感觉推头的时候，车子应该还是持续这个进弯的状态吧？对，是没有错。那其实这是因为它四个轮子都有动力的原因，所以 才会导致你会感觉车子是推头，实际上是因为它的内侧轮跟外侧轮都有在做动的原因。那这昂达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是告诉你，哎，车子的极限快到了。我觉得总比后驱车你油门开下去，后轮滑掉还要安全许多了。对，那你也很好知道，哎，车子马上就告诉你，哎，昂达喽，声音出来喽，我可能差不多喽，就有点提醒的作用。可是也因为这个逻辑的存在，所以你出弯的时候反而可以比 后驱车还要再稍微早开一点油门，是因为后驱车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个后轮打滑的疑虑。那当然，像我自己本身开我的33的习惯，就是习惯后轮打滑出弯，那是另当别论，因为那就是另外一种驾驶技巧。那其实四轮传动也是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对。那所以我觉得推头这个东西，也就是有点类似双面刃的一个概念。那要怎么样克服这个前后驱打滑的部分，就是驾驶技巧要去弥补了。 那控制这个昂达跟 over 的这个技巧，我也是建议是在赛车场上面做练习，因为如果在山路上面，当然是比较危险。你们刚看到的都是游戏画面，不用想这么多。对，那其实大致上就是四轮传动的一个攻略。那鲨鱼这个车子的有趣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是四轮传动，第二个它会有推头这个特色。如果这个双面刃你只强调这个优势的部分的话，完美，完美。而且它还搭配了一个 水平对卧引擎，自从我进弯那一下，鲨鱼的水平对卧引擎跟这个刚性的设定，我觉得这个驾驶感真的是没办法言语表达。然后出弯的时候，那个 EJ25 特有的那个低频的声音，直接进入那个驾驶状态。我觉得这个驾驶感是没有车子可以取代的。Impreza 就是 Impreza。那么差不多，以上就是这集节目视频的内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下方的喜欢。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热血内容的话，一定要订阅WandereR Channel。我是小汤，这里是WandereR Channel， 我们下一期再见。